网上看日见天坛，就上芒果 TV， 登录芒果 TV 天坛专区，探秘天坛文化。艰巨的任务，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小白，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。上面的比较难挂。哎呀，哟，它可能有一个声音的区别。对对对，哆来咪发嗦的那种。哆。多好，排水消肿。虽然我们这边进展不太顺利，但我想弟弟妹妹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毕竟他们都是非常多才多艺的，会唱歌的唱歌，会跳舞的跳舞。我爱跳芭蕾，我是芭蕾小王子。而且我听说热巴还会弹钢琴呢。我也听说过啊，热巴的钢琴弹得特别好，对吗？好。学钢琴。鼓掌，鼓掌。那你在这个识别乐器的过程当中，以前的乐理有没有帮助你？没有。我们最后这个没合上。这是石头吗？在历史上呢，边庆是由和田玉石啊，和田玉石来。妈呀，那这很贵的，造价非常的高。你知道来干嘛吗？今天会不会跟乐有关啊？觉得我的乐感不是很好。真的吗？而且我唱歌老跑调，谦虚吧？真的没有，我真的会老跑调。然后一进去就来了一个那个 high C， 你们靠边站，哇！这不是可以这样吗？热巴同学就此遭到淘汰。迪迪热，淘汰。坤，你有看过那种吹泡沫的那种？那个动图吗？没有。你看，你跟我们来一起做一个。来来，我们一起做一个。我的话，我觉得就是算是团队的气氛担当吧。黄明昊，我觉得很阳光，非常非常的可爱，朝气蓬勃的感觉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。现在骑马，然后在后面打马屁股。现在骑马，现在叫狩猎，收到了。觉得刚才蔡队长怎么样表现？特别棒。蔡队长，你觉得你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表现的真的不如小贾。我觉得我表现的真的不如蔡队长。小贾还是真的是年少有为，蔡队长真的是又年少又更有为。今天是来到天坛的实习第一天，有非常多的收获，见到了非常多第一次见到的乐器。那今天最喜欢的乐器是编钟，也尝试着去敲了曲子，虽然非常非常的不好，非常的不熟练。这也是一个乐器，那他这个怎么演？这个怎么演奏呢？是用它扫吗？哦，我觉得我们一直敲错位置了，应该敲这个地方。这个是对的，这样听会比较准一点。那它是怎么区分音调的高低的呢？是它的薄厚吗？哦，你好聪明，答对啦。它确实非常的不一样，从每一个乐器的音色跟我之前接触的都很不一样，所以自己还是来学习的，我觉得。这个那个也是那个大的，
坤坤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时候，他在学那个编钟的时候，每一个音符去敲击，他没有太多言语，但是一直在很努力的来做这件事情。对，当时我们其实演出已经结束了，徐坤他一个人还会返回到舞台上继续去敲这个编钟。我觉得他对这个乐器是倾注了他的努力和他的感情在里面，有一些舍不得，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很少能有机会再接触到这样的乐器了，他的这个让我们深有感触吧。我们男生搬这个体力活就好，搬这个，你搬女孩搬那个，搬那个都搬吧，我们男生搬吧，这个轻一点，我们男生搬掉，就我来，小姐快收拾，拿着这个锤你们来敲敲边磬。那个导演，等会把工钱给我结一下啊。这些乐器都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乐器，都是非常古老的乐器。我自己本人也是第一次接触。You wanna try? Sure. Yeah, perfect. 可以通过一种新鲜的这种方式，把我们的古老的这种传统的文化传递给年轻的朋友们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。我其实对所有的那几个新接触到的乐器的音色都特别感兴趣，然后自己也有稍微试了一下，就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邀请一下这些老师加入到编曲里，我觉得会很有意思。今天觉得所有的天坛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，不管是我们声乐署的工作人员，还是我们去跟老师学习制作乐器的过程当中，都发现他们非常的辛苦，而且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一个过程，但是感觉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因为特别的热爱，特别的希望能够把这种传统的音乐文化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，大家都在努力，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，来天坛看一看，走一走，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传统古乐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天坛，我觉得会非常的难忘，因为跟以往表演的经历都非常的不一样。我这一会儿在这儿看着你，你怎么样？要但凡哪几个地方我觉得不够认真，我跟你说，我立刻爬上舞台，我跟你说。怎么样？有信心没？有。老师，等会还会有钟声吧？上去之后。这个是预备的哈。明天在实验室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交流展示活动，今天的每一位同学都将在舞台上展示中和少爷。注意眼神，第一个动作是啥？你这怎么记不住啊？能不能记住？你又画圆了，再来，这是什么表情？小心，他生气了，要被生活压垮了。对不起，没事没事。我今天有点咽喉有点发炎。